4月20日，我市新增263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1586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。4月20日，新增本土死亡病例8例，平均的年龄是 77.5 岁，最大的年龄呢是93岁。八位患者合并有晚期的恶性肿瘤、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啊，比如说冠心病啊、高血压，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，比如说脑出血、脑梗等，还有尿毒症啊、脏器功能衰竭。其中的两例曾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疫苗，其余的未接种疫苗。患者入院后病情加重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死亡的直接原因呢，均为基础性疾病所致。